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ice， 欢迎关注美国地产资讯。根据 CNBC 网站8月的报道，美国建材零售超市巨头家得宝 Home Depot 表示，因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呢，消费者困在住宅中，装修、粉刷墙壁和处理其他维修工作的活动激增，导致其季度销售额飙升了 23%， 轻松超出了华尔街许多投资银行的预期。而且与许多资金短缺的公司不同，家得宝将在第二季度向股东派发股息。